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8月20日开始最有钱财富快速增长的生肖，生肖狗。恭喜属狗朋友8月20日开始财运富贵成祥，财气旺，财富快速增长。今天属狗财运指数依然是属于上等，属狗朋友在聚财方面很强，财富不可小观。来到八月中旬的今天，属狗八字六合财神，思路开阔又有文化修养，得到财神点名一点也不出奇。再加上属狗朋友守元宫有助贵人入局，大财小财不断进账下，今天开始银行的存款多到不得了。属狗的朋友做事认真专心致志，如果做到进退有度，真的没什么可难到他们。今天财富会自然滚滚来，只要多努力，富裕的日子不远。生肖虎，恭喜属虎朋友八月二十日开始财运富贵成祥，财气旺，财富快速增长。喜欢冒险的属虎朋友必定能轻松面对新挑战。今天属虎朋友财富快速的增长，财运不断，偏财在投资方面赚个大钱不难，这额外收入让存款增添不少。属虎朋友无论在事业或生意上都能闯出一片天，所谓猛虎下山财气难挡。今天开始属虎朋友工作上有机会大展宏图，属虎朋友有上进心，不排阻碍，要过安稳富裕的日子不难。生肖猴，恭喜属猴朋友八月二十日开始财运富贵成祥，财气旺，财富快速增长。第一天属猴朋友一定旺，属猴的朋友天生做事有目标，生活或事业上都能向筑起目标前进，做事顺利，工作上应该是时候冲刺，尤其在赚钱方面，属猴财富满满，处处都有转机。今天开始善于投资，如果能把握行动快速，今天是赚大钱的开始。今天财运上一直保持平稳，只要他们凭住真本事去努力，一定能成为最具有潜力的富人。属猴财气运旺盛，如果能极佳面对人生，那正面与偏财的财富是真的不可挡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今年能够如愿以偿。五大生肖有三大喜事：事业、家庭、婚姻。生肖牛，属牛人做事比较牢靠，责任心很强。他们虽然缺乏情趣，人生路上跌跌撞撞，容易受到冷嘲热讽，但是骨子里有拼搏精神，靠住坚韧的意志力，能够开辟出财富大道。未来五年内财星高照，事业发展顺利，沿途有喜，吃穿不用愁，日日可平安。生肖龙，属龙人是思想领域的佼佼者，他们天生有很强的反思能力，虽然经常受到现实的抨击，不能积极与人同步，但是富有战略思维，策略性很强，能够看到很远的发展趋势。未来五年内其身边将会聚集大量的发财机会，触手可得流年大运，紫气来财。生肖鼠，属鼠人的家族观念很强，能够积极依靠集体的力量办事，
他们追求安逸自如的生活，虽然对别人很抠门，但是对家里人很大方。未来的五年内，将会攒下滔天之财，足以过上富贵的生活，财富梦指日可待，家里的财气冲天，福运不断，日日有惊喜出现。生肖蛇，属蛇人看似比较冷，实际上善于策划谋略，能积极努力去开拓未来。他们今年有很多好运，会顺利来到家中，喜财如云，事业上将会实现突破性的进展。今年事业上喜财如云，家庭中将会出现很多惊喜，财路大顺，感情中绽放美妙花朵。生肖猴，属猴人的拼搏精神十足，为目标甘愿冒险，头破血流已无所谓，因此能够力战大敌，不断去迎战未来，实现新的事业目标。他们今年事业飞腾，家中运势逐日提升，身边的贵人纷纷来祝贺，桃花源也在增旺，婚姻生活将会开启新的纪元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谁娶了这四个生肖女，就是把菩萨请进家，能干又旺夫。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，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，他们是伟大的，也是幸运的。小编总结出了四个生肖女，谁娶了她们，就是把菩萨请进家，能干又旺夫。属兔女，属兔的女人安静优雅，她们愿意为爱人、家庭默默奉献，不会抱怨生活带来的不满，将坏情绪传给家人。能娶到这样的妻子，简直就是捡到一个活宝，想不富贵都难。属猪女，属猪的女人一生好命，婚后旺夫如斯，帮夫有道，娶了他们就好比财神喜进门，婚后有衣食无忧的福气，娶了她之后，做丈夫的事业节节高升，财运官运都好到爆棚。属蛇女，属蛇的女人大多聪慧过人，贤惠能干，夫妻二人相互扶持，是一个好妻子、好妈妈、好女儿。他们旺夫旺子旺，家运能力出众，化灾带财，让家庭变得飞黄腾达，富贵有余。属狗女，属狗的女人温柔贤惠，有助很好的旺夫运，婚后会把钱财带进家门，爱人的事业风生水起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好运又好运，多子多福，家财满库。娶了他们就是把菩萨请进家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